可是啊，有人遮济个不爱买小白，哈哈。他是讲无大，这买做生意买客啊，这样子。哦。就是希望他们能谅解这样子。会放路边是因为它那个太新的蛋啊，就是太新蛋太新鲜的时候，它的壳就会黏膜，就会变成它的蛋壳会很不好。然后你晒过之后，它就会消水，它的水蒸就会蒸发掉，它就膜就会比较松，会比较好剥蛋这样子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